大家好，我是被漫画养大的中年大叔漫狂。大家喜不喜欢听音乐呢？喜不喜欢听重金属音乐呢？漫狂最喜欢重金属音乐了。今天我们就来聊重金摇滚双面人，作者若山公德，2005年到2010年连载在白泉社的 Young Animal。单行本全10卷，中文版由东立出版社翻译发行。日文原书名 Detroit Metal City 是底特律重金属城的意思，同时也是书中主角乐团的名称。中文书名虽然拗口一点，但双面人倒是蛮符合主旨。内容是描写从九州大分农家上京逐梦的青年音乐家，想要玩可爱又时尚的音乐，却加入了死亡重金属乐团的搞笑漫画。2008年翻拍成电影，由松山研一饰演主角登岸重英。这部搞笑漫画漫狂认为是杰作，除了真的很好笑之外，我觉得它很生动的把重金属音乐的气氛透过无声的漫画带进读者的脑海里。 DMC 是一支三人编制的重金属乐团，成员有主唱兼吉他手的克劳萨二世，贝斯兼和声的贾基与鼓手卡缪。在酷士的开头，他们还没有主流出道，但隶属死亡唱片的 DMC 时常在东京的各个 live house 举办演唱会，拥有大批死忠粉丝。 DMC 第一首走红的歌曲 Sasuke 开头的歌词是这样的：我是来自地狱的恐怖分子，昨天炒掉老妈，明天嗝屁老爸。从一开始就点出了这支乐团的设定。是的，他们就和漫狂很喜欢的乐团圣基摩一样，全是从地狱来到人间的恶魔。有趣的是，每次 live 结束，克劳萨都会撂下一句：地狱的门禁时间到了。实际上的主角登岸重一则是一个纯情的青年，私底下憧憬时尚浪漫的巴黎，喜欢电影《艾米丽的异想世界》和涩谷系甜美可爱风格的音乐，但是到了东京，他的音乐却没人欣赏，反而他自己认为很糟糕的 DNC 却在地下乐团界拥有超高人气。本作的笑点除了来自登岸错乱双面人生活，而既然是漫画，当然少不了各种决斗。DMC 也跟来自各方的强豪乐团展开过各种史诗般的对决。第一集的最后 ，DMC 就与来自美国的黑暗重金属帝王杰克·伊尔黑暗展开了赌上传说吉他的对决。杰克最著名的是过激的舞台表演，他让缠在脖子上的蛇去咬自己的手。DMC 按照社长的要求冲进去闹场，当场就以克劳萨公开自杀的方式给了杰克一个下马威。于是，在舞台上，杰克和克劳萨就用杰克的名曲《法克汉宫》展开对决，两人同时高速唱着法克，最后竟然是克劳萨技高一筹，杰克多唱了0.5个法克。不服输的杰克派出他的宠物重金属蛮牛攻击 DMC， 没想到这头蛮牛却被农家子弟的根岸拒得服服帖帖。杰克脖子上的2条眼镜蛇也被卡缪拿去当毒棒，杰克本人则是成了克劳萨 Death Penis 的祭品。惨败给 DMC 之后，交出了吉他。DMC 的地下音乐界的声势日益高涨，甚至引来嘻哈歌手的注意。来自纽约的嘻哈歌手鬼刃，因为彼此歌迷间的冲突，演变成了与克劳萨的直接对决。但登岸发现鬼刃根本不是什么来自纽约的歌手，而是他在大分老家的儿时玩伴，而且家里还是卖鳗鱼饭的。登岸对嘻哈乐的韵脚不太能够领略，只觉得儿时玩伴一直在讲冷笑话。鬼刃在舞台上试图用他拿手的 diss 击溃对手，怎料对嘻哈一窍不通的登岸竟拿出鬼刃在大分老家的往事来反击，对鬼刃造成莫大伤害。两个人开始轮流用肮脏的话语互相攻击，克劳萨放大决让鬼刃只好闭嘴。这时鬼刃慢慢发现克劳萨会不会其实就是登岸，打算在舞台上展开温情告白，但是身为恶魔的克劳萨是不吃这套的。后来 DMC 遇到了自称克劳萨一世的强敌，这个一世居然能在一秒内连续唱出12次强暴，超过二世极限的唱歌技巧与直刺人心的节奏，一下子就把 DMC 的歌迷全部抢光。经过社长的回忆才知道，这个克劳萨一世以前就曾经跟着社长组过乐团，本名北原元气，是个胖大叔，而且暗中对社长怀有情愫，向社长告白失败之后自暴自弃，最后因为当色狼被关进大牢。出狱之后要他抛弃自己的社长与 DMC 复仇。来到两人赌上克劳萨名号的对决，对决的方式当然只有一个，那就是看一秒钟内谁能够唱出更多次的强暴。要突破一世12次的记录，就必须在0.083秒之内完成一次强暴。在第4次强暴的时候，登岸咬到舌头，
落后给一时半的强暴，但台下的歌迷给了他力量。后来居上，在完成第12次强暴之后，又唱出了半个强暴。而且后来还发现，元气大叔能有那么惊人的强暴速度，其实是靠嘴里装了弹簧的作弊手段。本作的有趣之处莫过于根岸始终认为 DMC 的音乐很糟糕，但他其实老早就成了重金属音乐的俘虏而不自知，这让同样身为重金属乐迷的漫狂很有共鸣。随着电影版的推出，原声带收录了克劳萨大人的十首歌曲，本格派的重金属音乐非常好听，歌词也引用自漫画与根岸的作词。是的，漫狂觉得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够带领读者进入重金属的世界，既猎奇又动人心魄的歌词功不可没。最后就让漫狂带来一首克劳萨大人参加妹妹婚礼时所唱的新歌《坟墓》作为今天的结尾吧。墓碑的红喊，父母亲痛哭，那是对戴上死亡戒指的孩子的亲情。当纯白的礼服变成鲜红时，誓言就会变成惨叫声。爱情慢慢剥落，回忆慢慢剥落，信赖慢慢剥落，无法再变回来啦。在墓碑上刻上后悔两个字，启程的钟声响起，好像后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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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刻在墓碑上。地狱的门禁时间到了。